台北港的第二期工程共分为三个五年计划。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97年到2001年，主要工程为新建3810公尺的防波堤。防波堤的新建则是用沉箱延续第一期的防波堤工程向外海延伸。而沉箱的制作则是在浮沉平台船上先制作沉箱的底板，在底板的钢筋绑扎及混凝土胶制后，则进行深磨系统搭配混凝土胶制，一点一点地长出沉箱。沉箱制作完成后，再将沉箱沉入海中，由拖船拖到其他地方暂存，空出浮沉平台船，以力制作其他沉箱。北码头区的防波堤工程持续五年，于2001年完成。新建防波堤的同时，其他如港警大楼、消防大楼与港区行政大楼等也开始动工，让台北港处理港务的相关设施更加完善。2002年第二期工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出炉，其工程内容包含北外扩防波堤延伸工程、北外堤内侧道路，以 BOT 方式填筑北码头区新生地及现在的第一货柜储运中心，填筑104、105码头，填筑13到16第一散杂货中心，辟建自临港道路起至台15线连外道路约 2.97 公里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期间，2004年交通部正式公告，指定台北港升格为基隆港之辅助港，成为国际商港。原先两座砂石码头改规划成东码头区，并从两座码头扩建为六座码头，增建临时化油品储槽，总容量约19万公饼。2002年，台塑石化公司取得营业许可，开始加入东码头区，经营石化油品储运加工加值。2005年十月，东力物流公司也取得营业许可，成为全国第一家自由贸易港区业者，并配合政府推动自由贸易港区境内关外的运作模式，主要业务为整车进出口物流及整并汽车零组件物流。台北港的汽车物流中心从此诞生。2006年，纯品实业进驻东码头区，主要进行除槽出租、灌装油料服务、化油品除转及船舶货物装卸承揽等业务。2007年，第二期工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，其计划包括了新建长1550公尺之南外堤、离岸物流仓储区第一期围地海堤工程、填筑第二散杂货储运中心新生地，同时第一货柜储运中心也正在填筑新生地。此货柜储运中心是以 BOT 的方式投资新建，也就是交由民间公司新建营运，待一定租期后再转交所有权回政府。BOT 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就 B 就是说是 build 嘛，就是 建筑嘛，或建设嘛，那 O 就 operate 就是操作嘛，或营运嘛，那 T 就是 transfer 就是那个移转嘛，借由民间的资金或者民间的一些技术
或者民间一些管理的理念有没有把引进进来，然后请他们有没有来加入投入我们整个公共工程，公共工程的时候，然后呢让整个公共的设施、公共工程的服务会品质会更好。2008年4月8日，货柜码头公司首两座桥式机运抵台北港。同年10月，货柜码头已完成7部桥式机的安装，准备开始营运。2009年2月，投资达203亿元的货柜储运中心正式开始营运，同时启用的还有位于北码头区的 N3、N4 码头。除 N3、N4 码头外，尚有5座码头仍在建设中。预计新建共2367公尺长的直线型货柜码头，每座设计水深16公尺，可停泊12000 TEU 的货轮。同年底，东码头区13到16码头也相继完成。同时完工的还有与之搭配的煤炭砂石仓储设施。这几座码头由嘉兴水泥取得经营权，并委由嘉北国际经营管理。旗下拥有的第一散杂货中心、环保密闭式仓储，主要进行煤炭及砂石之装卸作业，每年储运可达200至300万吨，约莫台北港散杂货量的30%。2011年，第二散杂货中心码头开始新建，新生地填筑也正在进行。离岸物流仓储区第一期危地海堤工程和第二期第三个五年计划1550公尺的南外堤皆顺利完工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台北港的建设已经完成了第一、第二期，许多企业也纷纷进驻开始营运。2012年3月1日起，为提升港埠竞争力，并配合政府组织再造进程，以及将企业化精神导入港口经营，将台北港转由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、基隆港务分公司、台北港营运处经营与管理。2016年10月，台北港的第二散杂货中心正式启用，其主要使用码头为新建成的10、11、12码头，位于第一散杂货中心之南侧。与之相关的设施还包含砂石大仓、炉石研磨厂、水泥与炉石粉库等巨型设施。至2020年为止，台北港的建造仍然是进行式。离岸物流仓储区填海造地计划的第一期已于2010年完工，这里接收了大巨蛋、石门水库清淤、捷运及其他大台北地区公共工程土方。第二期的危地海堤工程已经完成，内部填筑同样也是接收公共工程土方。多功能多用途开发区的新生地也正以抽砂造地的土方填筑中。未来发展进程计划中提到的物流仓储区第三期、第四期危地海堤工程完工后，就会将原来第二期与第三期间的中隔提沉箱回收再利用，移到南码头区作为护岸，以节省港口建设的成本。接下来更有中程计划与远程计划，准备要造出更多新生地。有了这些新生地，台北港必定是一个深具潜力的国际大港。那简单讲，就一个港口，它不是说只有为港口而做港口，它要考虑到国家整体的发展，它要考虑到区域整体的发展，这是一个建港的时候啊应该要考虑到的。
这个在台湾可能是第一次考虑那么周延。截至2020年为止，台北港总陆域面积达459公顷，拥有26座码头、3个散杂货储运中心，并有众多民营公司投资进驻，不但是台湾第一个，同时也是投资金额最大的港部 BOT 建设，使台北港真正达到国际化、民营化、企业化的营运目标。这里是台北港，曾经仅只有2座砂石码头的小港口，如今俨然成为台湾前4大的国际商港，拥有先进设施、宽阔后线土地，并且为民营企业争相入驻的地主港。正在新建的淡江大桥将成为淡水与八里之间最主要的交通要道，必定为地方带来更方便的生活与发展。未来更有中程计划与远程计划，准备要造出更多新生地，使台北港成为台湾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港埠。